将军，参见将军。你是凌将军的部下？是。边城战事如何？此次引国突袭边城，出动了我方300兵力，下令军死节，把设置将军阵营，前来汇报军情。快把情况说来。将军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小人，若非如此，小人早已命丧黄泉。 九宫部下发起了箭阵，将军率领盾阵防守反击。 交战如火如荼之际，引国召唤了相僚，这相僚高10丈有余，长弓能击，引国方杀得溃不成军。
将军英勇就义，司徒等敬佩。调一匹快马，即刻赶回王城。千万不要辜负了将军的嘱托。遵命。
输了，不打了。哦，老大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战场上敌人会对你手下留情吗？继续操练。老大，都练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你看兄弟们肯定是又饿又累的。我看是你累了吧。天天，老大，龙武殿急召，说是边城传来战报。边城告破，李英速速派兵死守魏城。儿戏，凌将军战死，青龙不知所踪，这败局已经。小龙大人何意？何意？战不能胜，自然是求和了。上龙大人所言，你现在是尹国的说客了。你血口喷人，多说无益。明日参见龙主，龙主英明，自有裁决。哼，走。林将军，司徒登参上，边城已破，守将凌天烈吉部悉数殉国。末将已率部奔赴边城，敌军势大，且有易守相助。末将自知不敌，但会尽力与之周旋，等待援军。老板，再来一碗。参见李将军。林大人。我是边城林将军的部下，是将军让我来找你的。跟我来。把衣服脱了。林玄机，恭候青龙神驾。啊！这是什么？他不会咬我吧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又回去了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龙国的守护神兽青龙。这就是青龙？不然呢？看来青龙受了重伤，重生了新的形态，兄长迫不得已才用了你的身体暂时寄存了它。同时你也会获得强大的青龙之力。这么说我现在很厉害了？但是他会吸食你的精血，共享你的生命。怪不得我现在这么能吃了，而且总是感觉身上怪怪的。那你赶紧把它拿走，我可没那么多血让他喝。没出息。为青龙选择是何等荣耀之事。哇，好深的一个洞啊。创世之初，世上便陆续出现各种异兽，它们形态各异，力量强大。凡人将它们供奉为神，依仗着异兽神力，人们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。我们龙国供奉的就是青龙，而林家就是被青龙选中的宿主。青龙之力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，要想得到异兽的力量，宿主必须和异兽心性合一。青龙拥有无畏的重建之力，相传青龙之力运用到最高境界，可召唤青龙战甲。像柳世袭有着吞噬一切的毁灭之力，所以他们数千年来就是宿敌。龙国和尹国因此征战不断，直到数十年前，我的祖辈付出沉重代价战胜了像柳的宿主，才获得了尹国的臣服。没想到时至今日，他们又卷土重来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青龙出生的地方。哎，你讲了这么多，
到底怎么把他从我身上取走啊？这是青龙之石，拥有部分青龙之力，也许可以引出青龙。怎么回事？到底行不行啊？他会不会是赖上我了？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，我可不想被他吸干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哎，你干嘛？杀了你，也许青龙会重新选择宿主。如果你杀了我，青龙也没选择你，怎么办？还是我替你养着吧。好好待着，我会派人看着你。没有我林家的星爵，你很快就会被他吸干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太熟练，把你给弄疼了。你们分公母吗？开个玩笑。哎，神兽大人，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我啊？别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自己与众不同，英姿飒爽。咱们换个话题啊，你到底打不打得过那个好几个头的怪物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，打得过吗？参见龙主。都起来吧。谢龙主。龙主，敌军之势，林将军尚不能敌。微臣以为暂避锋芒才是上策。暂避锋芒就是弹劾了。禀龙主，数十年前尹国大败，令他们俯首称臣，如今看来他们绝非真心臣服。如今林大人战败，他们更加有恃无恐。龙主，臣以为很难和谈。哦，张大人莫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禀龙主，我国素与北行国交好，臣愿意甘当使节前去请求支援。笑话，我看张大人是想逃亡他国避难吧。龙主，如今这世道，各国之间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，请求援助无疑是引狼入室。再者说弹劾空口白舌自然很难，眼下当务之急应当撤回前方将士，拿出绝对的诚意。敌进一步，我退一步。敌人若攻到王城来，上龙大人欲退到何处？参见龙主。起来吧。林将军战死，青龙不知所踪，既不能胜，还能如何？吾兄虽已战死，但青龙并未遗失。边城一战虽身负重伤，青龙不得已已重新选择宿主。哦，那宿主是何人？是吾兄的部下，边城一手足。
自古以来，只有林家人才能驾驭青龙之力，区区一个小族，他能有什么能耐对抗相柳？哼！把一国安危全寄托在一个小族身上，简直儿戏。龙主，只要青龙尚在，就有一线希望。我愿带此人前往战场，途中将我林家御龙之术交付此人，有我在旁协助，未必不可一战。龙主，青龙尚在，臣赞同林大人的想法。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好，不命你即日启程，赐你调兵牌，前方将士由你调遣。是，龙主不可呀！林家每代传承，无不从小开始接受严苛训练，这短短几日训练，无疑与以卵击石。龙主三，住口！我龙国宁王不卑，以后胆敢妄言求和者，定斩不饶。龙主息怒。恭送龙主。准备出发。出发是哪儿啊？渭城前线。去干嘛呀？打仗。哦，那路途遥远，我身上有个小家伙，必须吃得好，而且还吃得很多，我们需要好好准备一下。馒头、烧饼、包子、豆干。大人果然心思缜密，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如此妥当，但是，我日夜兼程地赶回了报信。俺俩休息。精神了吗？精神了，出发。自己东西自己拿着。夏大哥，小弟陆三，请多关照。老大，护送这小子去渭城，不用多带些人吗？我总觉得不对，而且人多招摇，行动不方便。哎，向大哥，你渴不渴？不渴。哎，那你饿不饿呀？不饿。你饿了跟我说，哎，别不好意思。不要跟我说话。哎，向大哥，你跟我讲讲你和青龙大人的故事呗。啊，对了，向大哥，这东西在你身上到底什么感觉啊？别烦我。我已经帮你们拿下了边城。林天烈也死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青龙已经更换了宿主，是一个小族，不过林天烈的妹妹也在他身边，他们已经出发前往渭城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地方的人都死光了。将军战死沙场，我们老大心底肯定也难受。他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向大哥，喝口水。
向大哥，你身上那个东西，我看看。不行，召唤青龙太消耗我体力了。到时候你来对付相柳啊。哦。等等，你说，你真的想看啊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其实我消耗点体力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的这个东西拿的有点多呀。有我啊，重活、粗活、脏活、累活，以后向大哥，你的活都交给我。嗯，懂事。那这个。这个，嗯，哟，哎呦，哎，动了！老大，过来跟我背口诀，学不会，今晚别睡觉。底子还不错，现在我教你一些运用青龙之力的术式。又来。坐下，闭眼。青龙乃是无畏的重建之力，它的力量可以随着宿主的意志，将寻常的物质转化成任何的玄冰利器，做到攻守一体，进退自如。之前你也见过我兄长运用青龙之术，但是你只有比他更厉害，才有机会打败相柳。不是吧，这怎么可能？闭眼，屏息凝神。一叶障目非不是，两耳凝神闻八方，抛除杂念，感受周围的一切物质，让自己的意识与青龙融为一体。怎么又没了？再来一遍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很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走这边。
城门，你带一些人将城中百姓安全撤离，并且命令所有将士做好备战准备。末将领命。沿着关岛太过招摇，我们很容易被发现。这边有一条山路，我们可以走捷径。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弃马进山吧。就没有人问问我的意见吗？那个相柳比城墙还高，他的牙齿比人还大，特别可怕。所以啊，你也劝劝你们老大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能白白送死啊。我从小就跟着老大，他去哪我就去哪，他一定有他的办法。哎，没事儿，向大哥，我老大很厉害的，没关系，走吧。他们一个个视死如归的，说不通啊。芊芊，你那边也没找到啊？他们是不是还没到啊？那我们暂时就在这里安顿下来，等着老大他们。嗯。
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完全好利索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哎，芊芊和陆三呢？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带你先走一步，我们找地方会合。坏了，我这陆老弟整天傻乎乎的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吧。走吧。我自己会走。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跑，哎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要再跑，你就咔嚓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不像是有人的样子，你不是记错了吧？出来吧，老大。哎呦，我的陆三兄弟啊，你担心死我了，还好你没事。哎，向大哥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不活蹦乱跳的。向大哥，之前多亏了你，救命之恩，莫齿难忘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下回你再帮我挡回来不就行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走走走，哎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撞柱子上了。啊？睡不着是吧？出来跟我训练。不是吧？撞哪个柱子上了？你猜。还是不行。你要和青龙宣泄合一才行。你说的倒容易，无念无我，无非无事，目如春，心无忌惮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咒我总是参不透啊，总是感觉哪里怪怪的。你把最后几个字连起来念念。我是春蛋。你要是骗我怎么办？你要是心生歹念怎么办？哎，女人啊，你看
就我现在武功的这个进步速度，如果去应战，不就是白白送死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想啊，我连帝宗的手下都打不过，更别说那个大怪物了。其次，青龙是对付相柳的唯一办法，如果我们死了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了？正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修炼上他个一年半载，再去找他报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滚。好嘞。我觉得太安静了。交出青龙之力，就让你们死得痛快点。我等不及了，动手吧。是无非念念无我，
说什么？他们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死的，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。我们要好好活着，这也是他们希望的。你知道吗？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。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？你对得起天下人吗？天下人？天下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父母死在我的眼前。天下人在哪儿？现在又为了你口中的天下人，我又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朋友死在我的面前。天下人又在哪儿？我无法选择自己的生，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死。为你兄长报仇也罢，为了你的家族荣耀也罢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如三和千金都是为了你，而不是为了你口中的天下人。玄机，你现在不欠我的了。主人，凌玄机借助青龙石之力，失重和飞渡，都没能回来。那么要他有何用？只有在我手里才有用啊。这个靴是我小时候兄长送给我的唯一玩物，从小到大我虽然是为女儿身，但作为青龙的继承者，我从小就接受着严苛的训练。为了凌家的荣誉和责任，我必须随时付出一切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可是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活着。我们林家数百年来都拥有着无畏的青龙之力，我们自以为为了国家开疆拓土，可能早已经违背了青龙的意志。你说的没错，青龙选择了你，并不代表你应该去承担什么，一切都是我的执念。你有你的选择。哎，对了，如果不打仗，你会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北玄国，
一望无际的雪海寒松，南一国的秀云奇峰，再加上西虎国不分昼夜的星河涌动，白日里看尽山河美景，以地为榻，以天为席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哎，多自在啊！这会是怎样的感觉啊？有机会带你一起啊。好啊。你看，
要打跟我打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答应你的事情还没做呢，当然是要解决掉面前这个家伙之后再去。这个东西你还是自己保管好吧。刚才确实让我意外。放开他！不用急。放开他！很快你们就会团聚。我会让更多的人给你陪葬。
王，我的名字叫奇妙。是你照顾的我，不然呢？你要是骗我怎么办？你要是心生歹念怎么办？你就咔嚓！如果不打仗，你会干什么？这些我曾经十分困惑，然而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先辈们在守护什么，又为何而战。我为全力奔跑，在去见你的路上，请你等待。关于你的命题之语，我已想下来。我的执着满是裂痕，却从未崩坏。没有相遇的日子里，你吞下多少